你啊，4万个私密的问题啊！哎，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，你说，刚刚某位同学不是在台上点你的名了吗？你现在可以把他的名点回来呀。好啊，没问题，彭昱畅，来吧。有请彭昱畅。你咋还拿奖杯上来的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好哥们儿，好兄弟啊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问题的尺度嘛，反正一起面对就对了。对，好，可以一起跟他回答我们的问题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整理了网上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我们轮流问两位，快问快答，把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直接的说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准备好了吗？那陈哥你问周周，然后我问鹏鹏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来。平均多久刷一次微博？只要不在台上，每时每刻。我还是看挺多的。你还是看挺多的。对对对，嗯，十几分钟，20分钟嘛。一天才十几分钟，还是一次就十几分钟？一次十几分钟，对对，算是蛮长的啊。工作之余嘛，休息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就会看。嗯，好，注意啊，我们是快问快答。嗯，来，鹏鹏，说一个最想演的电影角色。吻戏的角色，真的？什么？有吻戏的角色？你好像没救。你做演员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拍吻戏，是吧？对。那有喜欢的合适的对象吗？对，马上说一个，最想跟他拍吻戏的是谁？这个人没救了，已经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太多想拍吻戏了，而且还是个群戏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以后各位女演员小心一点，小心点这个人。我们帮他们收一下吧，不然经纪人在后面要哭了。没事啊，你看他回答得很开心啊。还是要想要告诉大家吗？还是把它放在心里？放在心里吧，很多个，因为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好的，祝你早日在演艺圈梦想成真。好，谢谢。好吧，记得回到我们的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回个愿啊。来，最终回答这个问题啊，请问现在的手机屏保是谁？就是不要思索，就是苹果系统的。怎么可能？原版的屏保。你不用手机屏保的吗？对啊。有没有用过？有用过，有用过。因为我特别喜欢猫嘛，然后就有各种猫咪的。有没有用过人？没有。没有。如果用的话，想用谁？我自己。嗯，好的，就饶过你吧，好吧。谢谢。来下一个问题。好。鹏鹏最近在听谁的新专辑？15分钟的疯狂。嗯，谢谢。嗯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是我的新专辑。谢谢。他周周的专辑15分钟的疯狂。顺便打一下歌啊，好兄弟。好，来下一个问题。一直想去但是又没有去成的地方是？火星啊。火星为什么？因为去不成了。总有一天是可以去的呀。如果去火星可以带一样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带吉他。带吉他。对，如果可以带一个人去火星，你会带谁去？有去无回的那种。那就带彭昱畅嘛，让他有去无回吧。我不要在这里拍吻戏祸害人家。哦，所以你带一个吉他和他一起去火星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你对他弹琴。我自己弹。自己弹。好，来下一个问题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文鹏鹏，说一件你在17岁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哦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嗯，这说了能播吗？17岁那年发生了什么？挨过揍。挨过揍？对，被人揍过。被人揍过？被三个人揍过。还被三个人揍过？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真的打我。啊，真的打你？真的真的。这件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。可能那时候就想拍吻戏了。对。哦，三个人打你，你想拍吻戏？对，可能那时候想拍吻戏，然后被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就揍我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那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揍你的。他的脑回路，你真的应该带他去火星。对对对对对，是。好，来，那这个问题叫做：如果可以，你想跟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10年前的自己啊，10年前我是12岁，对，12岁，想对12岁的自己说什么？12岁的时候认识旁边这个人。对，哎，有道理。12岁的自己希望能够坚持做音乐吧，因为那时候也刚刚玩吉他，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这个音乐的梦想坚持下去。嗯，到你了。下一个问题，鹏鹏会非常喜欢，请问下一部戏有吻戏吗？没有。那你很失望吧？失望。哦，透底。这才是你在演艺圈坚持下的动力呀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总有一天可以实现。对，总有一天可以突破17岁的。嗯。
好，那下一个问题，你平时私底下叫鹏鹏什么？残疾人。你叫他什么？叫他就是鹏鹏啊，然后有的时候就看他来不来接我啊。他要来接我，我那天就是残疾人。残疾人，对。哦，那你身残志坚。身残志坚，对对对，真的得带他去火星了。那我一定要问一下鹏鹏，私下叫周周什么？德艺双馨的徐老师。你是这么称呼我的吗？评价这么高呀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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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走走就打 ZZ 两个啊。 ZZ ZZ。 嗯，好了，那大家满意吗？满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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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、哦、还算蛮满意的、啊、我已经快站不下去了，真的。是，这个问题其实还不算特别的犀利了、嗯、当然你可以去微博看一看，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对两位的这些问题啊、嗯、平时会看私信吗？会看会看。对，会回私信吗？不会不会啊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。嗯，但是看过就代表真的是有关注到大家对你们的这些关注了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啊、有机会多在微博跟大家互动，多在微博分享你们的生活，分享你们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两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